秦副社长，，那不是因为我也未发生这个意外啦。你无接阮的电话，这真正常。是我跟大爷想要小甲你看一下，知影你的状况。上重要的是，要甲你核实的。秦副社长，是的。好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若是凶手，也是咧互相失礼啦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确实是因为我来引起的。我知道你两个兄弟啊，你一定怪恁家己啦。啊，不过我无接恁的电话，我唔是咧怪恁。只是我的心情真正受过乱，我需要时间来平静一下。啊，那奈美伊愿意跟你斗三工，唔呐讲因为伊是我的太太，那是因为伊认同恁两个啦。所以我相信奈美嘛无希望讲你继续咧怪恁家己。恁的道歉到这就好。社长，多谢。嘛，真感谢您的关心。啊，是讲若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先等下出来。是讲出来气氛不是讲介好，我就无交代您两位啊。多谢。社长，请留步。杨沙长，啊，今麦恁是要创啊？秦副社长，我讲过，虽然见面的时间真短，也毋过感觉实在真久啊。对我来讲，恁那是合作的对象，你比一般的朋友更加重要。我相信你对我有同款的想法。讲起来，咱三个人是不打不相识。之前你对阮是有成见的，不过后来腰部的伤口火烧，生活乌色的丑闻，你选择消停。所以我相信，你对阮兄弟两个人是认同的。就当那向阮高公子啊。二十八年前，我腰部个真火，三个人伫帝君面头前结拜。让我后来发生不幸，阮失去真慧，这对我甲姚母来讲是一世人的痛。让我后来秦副社长出现伫我面头前，不管是你的面容，还是所有的一切，甲真慧拢是在你修行。我相信，这一定是帝君安排。唔知秦副社长是不是愿意，甲我。阿姑，要不结拜做兄弟？结拜，一世人的兄弟，这边哦，我陪过才做唔到啦。那也没发生意外，虽然你无说陪阮，但过阮感觉是阮的责任。假使青木社长你愿意，都好陪伴你，一世人做你上大的支持。秦副社长，我相信你应该是袂怀疑阮大兄的生意吼，啊，恁拢共国的啊。啊，不过即摆嘛，请你也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的啦。虽然讲特别哦，我会甲你安尼生气，确实我爱面子啦。啊，你安尼甲我口说，其实拢是正确的。啊，你也是讲愿意做阮的小弟哦，你以后甲我驾驶的时阵哦，我会尽量卖韩国，阮大兄也当做证哦。邱社长，你的意思是，帝君就是奸臣？大爷，
弟啊，你答应啊，奈美就是我这世人上该重要的亲人，所以爸，咱必须爱同心，我嘛会继续做我的亲母杨姐，一直到找出真正害死奈美的凶手，替伊报仇，我才离开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兄、二兄，啊，无恁两个先创啥？咱只不过就是合作的对象尔呢。刷了个奈美的后事，我的处理，我已经无用啦。嘛，请恁两位无什么重要的代志，尽量莫过来烦我。刑部社长，拜托。不是啊，大兄，对这气氛不是袂歹，啊那是向阳变面啦。啊，讲迄个话，袂输敢那是咧对找份人讲话同款。你唔得好来问我清楚个。刑部社长今日安尼讲啊，就卖脾气。伊伫有啥物代志，我想要互咱知啊。看起来刑部社长哦，伊是挂袂信任咱。反正是心内我袂原谅咱啦。大兄弟兄，歹势，你对阮阿爸受过危险，我袂当连累恁。亲母奈美冤仇，就爱交我亲母杨姐来报啊！多谢恁这么看重我这个外人，恁的支持和真大的勇气，给我淡薄时间，我一定回来做恁的小弟。等进会，大家看看哦，这八零汇款哦，得先两天汇款啦。你拢甲阿母啊，阮某要甲我离婚啊，你是要走倒？你拢大人大正啊，莫浪费时间伫这种所在。你一定是阮招待不周，才害恁这么早就想要回去啊、哦。亲像你这款相处百回的查某人，明天会过很好的日子。你最好莫拖拖刷刷，卡要改变心，让你心白面裂。想袂到。当署长跟王姐林德宏是一模一样，这个人杨振光你是白阿囝嘞，伊个性格看起来愈来愈亲像白阿囝。婚礼哦，拢是安迪跟艾伦家己派落去办的。顶回你不是讲奈美发生意外当中，你跟阿伯恁的办公室内面在讨论婚礼代志，讨论较正话。阿姨会好好做好的呢，伊拢会当起来行。我手术了后，袂记得足侪代志。卖变强啦，有一寡代志卖想开吼，变倒会较好啦。姑妈的心中其实就是亲母太太的，对不？因为哦，我感觉这个艾伦吼，生下来无啥共呢，家乡吼个性嘛，甲伊完全无共款，拢无真道理啊。你今麦这话是啥意思啦？恁爸爸哦是天生企业家，你的个性哦较自由，恁比恁爸爸较好搞定。阿面头甲彭亚母有一段情敌，家乡如果是早产，堪讲家乡是我亲生的。